杯，好的，那麻烦你帮我这边扫出 QR code。 饮料店租循环杯，店员贴心指示帮忙租借。很多人爱喝手摇饮，带自备环保杯能折5元。不过台中市府环保局近期推广减速绿生活，跟业者来合作，只要自备环保杯，每杯还可以再加码折扣多10元。因为对我们这种小资族折15块真的是蛮大的诱因，也会让我就是愿意就是拿环保杯来消费。喝手摇饮自备环保杯能省更多，市府这次举办活动每月限量加码环保杯折扣数量有限，目前合作业者包括八药和茶15家门市、华山藏教人文茶饮3家门市，以及玛丽妈妈手作面包约20个店家。这次民众可以在5月28日到11月27日这段期间来参加，未来如果试办的成果良好的话，那其实我们这边会再跟中央那边再去做反映，说那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加码的这个部分把它纳到法令的规定里面。呼吁响应环保省荷包，原本自备环保杯能折5元，这回再折扣10元，一杯饮料就能省足足15元，买饮料小确幸再升级。三立新闻张博伟、萧邦明台中采访报道。